2016年10月21日，这是第二次来艾格岛进行调研。没有了上次的好运气，天气预报说接下来每一天都会风雨交加。对于导演来说，想要理解这个岛，首先你得找人说话。岛上只有一个商店、一个咖啡馆、一个邮局，然而不幸的是，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营业的。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正在工作，或者也许他们根本不想跟我说话。但很快这个念头就被打消了，他们提议捎我一程。Vicky went in to tear him yesterday and said to Greg, is that local rate? 酒精和音乐，当然还有糟糕的天气。我想这是目前为止我对艾格岛全部的印象了。但不知为何，我坚信这会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旅途。